哇，贝贝，看鱿鱼，看鱿鱼，这边吃吗？外带，外带。我不认识啊，不知道这一次。你叫的很顺。那没有啊，他不是有名牌吗？陈泽胜菜啦。你不能够别给我两斤，后面看得到吗？还不是。他重点在，重点在后面。好，我谢谢。你还反拍啊？Grace, 这个是 baggy 呢？肉跟面色。好好，啊，我喜欢。快看一眼，有。老师，你讲英，你敢闹英语啊？我你啊，我你啊。你不要，您做老师的你不要。啊。啊。我没有想红啊。老师，你跟我你讲到英语啊，你跟他们说这里的东西很好吃，你要跟他们讲。在这里。这边的。这边的那个鱿鱼羹很好吃，我们今天有导览老师，白头发的柯老师，我们带21个人来，好吃 ，good， 人家没讲好吃 ，delicious， yummy yummy， 我们会讲的英文跟日文都跟他们讲，他们一个是老美，一个是日本人，啊，这是什么节目啊？美食节目，跟他们聊，哦。哎，我们那个有外贸公司。